讨论出来的结果。我爸妈一开始就给我四个选项，律师、医生、药师或者是教育者。但是后来我有上网查一些相关资料，律师的话虽然薪水高，但就业率低。医生和教师都是薪水高，就业率高，然而教育者是薪水低，然后就业率也很低，所以我后来就在考虑医生和药师这两个部分，但是我后来决定放弃医生，因为觉得医生需要的成绩要求很高，几乎学测没有满级分就不可能。然而如果是药师的话，大概只要63级分上下。所以目前研究就在有看一些相关的书，谢谢大家。